哦，终于快搞定了！这些墙面都已经到最后的阶段了，可以做一些装潢设计了。好累哦，还有客厅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连，好烦哦！我不管了啦，我要打电话 call out。喂，我刚刚吗？有没有空？来帮我连啦，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拜拜。嘿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宝哥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量了主卧室啊、小房间啊，然后剩下的客厅还有其他的房间就交给你了哈。那我去买饮料了哈，啊，这个交给你啊，拜拜。快了，哎，啊，你怎么还没开始量？要不要先喝点饮料啊？我量好了，怎么可能？看数据都是 OK 的，都是接在屏幕上面了。